而是你确信这个婚姻是上帝配合的吗？我确信。你愿意承认接纳曾淑静来成为你的妻子吗？上帝让你活在这个世上，你要常常以温柔端庄的行为来照顾你的妻子，敬爱她，唯独与她同住，建立基督的家庭，尊重她的家庭，她的家族成为你的家族，一生尽你做丈夫的本分。你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，你愿意这样做吗？不愿意。曾淑静，你确信这个婚姻是上帝配合的吗？我确信。你愿意承认接纳和自己来成为你的丈夫吗？我承认。上帝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要常常的以温柔端正的行为顺服你的丈夫，敬爱他，帮助他，唯独与他同住，建立基督的家庭，尊重他的家庭，成为你的家庭，尽力的来孝顺，终身尽你做妻子的本分。你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愿意这样做吗？我愿意。现在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们证婚，成为夫妻，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愿耶和华赐福保佑你，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们，愿耶和华欢喜的脸看顾你们，赐你们平安。Amen。主持人请进场，热情掌声鼓励。
手手拉手的祝福之下，这个祝福更是加倍哦。大家如果想拍照的话，赶快拿起来多拍几张。